ごいね。すごい。EMS とは何ですか？ XMPAR BMX ショップの中 BMX 紹介しました。 BMX 起源自1970年代美国，当时很多年轻人用 BMX 做出很多不同的花式。 BMX 都是现在现今的极限运动之一。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BMX 的构造，其实跟普通单车差不多，都是架、叉、头一套辘，跟着一个传动系统去链柄。咁啊，座位啦，啊，咁啊，而家现今世代的 BMX 咧，可能会有些人会用刹车，好像比较咁样会用到刹车嘅。咁就大致上系咁上下啦，而家嘅 BMX 的介绍。BMX 發展到而家啲年代，已經細分咗好幾個項目，包括街式、場地、泥地、平地花式同埋競速等等。去到唔同嘅場地，係需要有唔同嘅技術去配合。如果大家對 BMX 有興趣的話，可以喺睇完呢段片之後，喺我哋嘅留言板度留言。我哋亦都附設有 BMX 嘅體驗班，可以給大家參與。起源自1970年代美國，同埋隨時發展到而家呢個年代，已經分別有好多唔同嘅。對 BMX 有興趣的話，可以睇完啲片。以後嘅，